今天是2021年11月27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8:48。通过临牌，大家知道我昨天一天呢，牙齿一直在痛，痛了临牌完了以后呢就不痛了，然后几分钟以后又开始痛了，然后传出消息呢又不痛了，后来昨天晚上呢，只有剩了一个牙齿痛，感觉这个牙齿被原来长了感觉啊。然后呢，痛了一夜，当然那个能忍受，所以我也没起来拍。刚才我对着镜子看了一下，再数了一下，原来从下面的中间往外面数第四个牙齿，突然勾出来很多啊，比原来长了很多。长了很多，也就是说那个牙根下面勾起来了，勾起来以后，反正就有些痛嘛，牙齿勾了啊，勾了我看应该有。比旁边的高了1毫米啊！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我看到那个一个在塔基柱上的一个自由女神像啊，在一个塔基上啊，一个自由女神像，这个是标志性建筑啊，标志性建筑物啊，这不能称为雕像，是建筑物啊，在他们看来是标志性建筑物，标志性建筑物，他们在想怎么把我的那个雕像放在那个自由女神像上哦，这个不是放到这个意思，不是放到纽约那边的自由女神像上，而是新的岛上面，也就是造型替代了这个自由女神像的那个造型啊，反正就这个意思了啊，要怎么把它放上去？所以呢，他们要想把那个基座要搞得特别高，难怪牙齿让它顶出来勾出来了啊，牙齿勾出来，我这个牙齿就勾出来了，他们想办法要把那个基础要做得特别高，要做得特别高，那放在山顶上呢，也考虑过，这个想了想就要么多做几个啊，做在山顶上，不到山顶上呢也看不到，所以这个难住他们，怎么办呢？要么山顶上做一个啊，最顶上做一个，然后在其他地方多做几个，都是那个底座搞得很高，而且呢。不允许人家那个，要告诉人家不允许建那个高楼啊，这样的情况真的显得那个特别高啊，显得那个特别高。这样的认真的人呢，他们知道怎么引领地球人呢，不要走向灭亡，能够继续生存下来。按照目前的走法，很快地球人灭亡了啊，今天往那个太空更发一个。发一个火箭，明天往太空更发一个火箭，然后，再过两天就更搞个原子弹，或者那个什么哪个核武器试一下子，然后在核电厂，还在继续运作啊，然后人家还要发射说称为零污染的、零排放的，称为零排放的那个核电呐，人还在瞎搞。你看外星人来的那个飞碟啊，来也静悄悄的。去也静悄悄，哪有什么每次发射一个火箭，砰一下子，搞得惊天动地的，这都不对的啊！所以啊，要让科学中的引领着，人们呢，走向正确方向。所以他们要在这个岛上，一定要做出点雕像，做出点雕像，雕像的特点呢、啊？那个雕像的特点呢、啊？要柱子高，底柱要高，为什么这次特别同我讲呢？因为我呢不好意思说那个雕像的事啊，不好意思说雕像的事，因为呢怕出差错，为什么出差错呢？有时候外星人做这东西啊，做出来在他们的空间里，不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就看不到了，所以也常常会发生这个事。他们以为我们这个地球人看到了。但是住在他们空间里，我们这个地球实际上看不到，到时候我也担心他们出这个差错，所以呢，我就，把这个信息基本上就吞下来了，没多想啊。实际上每次临拍的时候，很强烈的告诉我把这个表达出来，我呢每次都留下了一点这个信息啊，不要太夸张的讲这个事，万一讲了一个多了一个，然后一直讲，这个就像做出来结果就像那个非典一样，大家看不见，其他部分看不见，那不是人家不相信这个事情了。所以我是话留余地嘛，就是没敢多想，没敢多想呢，他就一直来推我啊，每次来推我，搞到最后昨天那个信息搞完了以后，最后剩了一个牙齿痛，今天仔细一看，牙齿比原来长了哇，勾起来了啊，
这底下把人搞起来了啊，提醒我那个底座啊，底座一定要搞啊。那我就告诉大家啊，那边住了雕像啊，雕像住了啊，住了雕像。这些是不是在我们这个空间里，他们会考虑这个问题？只要不出差错的话，就看到好多雕像，好多雕像在那边啊，好多雕像在那边啊。哎，那呢，也有个事情呢，让大家放心一点呢，也不至于说完全不能实现。那复活节岛上880几个那个大雕像，哎，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啊，还是看得很清楚的。他们的那些大雕像呢，是古建筑的啊，它没有放在一个大的一个很高的柱子上面。但这次呢，情况不一样，意义不一样，目的不一样，打算不一样，所以呢，准备啊，就放在一个放了很多那个高的那个底座上面啊，高的底座上面啊，高的底座上面。嗯，对啊，我现在是牙齿都是不能咬合的，一咬合以后牙齿碰牙齿碰到的那边就痛了，因为那个牙齿长了嘛，比原来的高了啊。原来高起来了，哎，所以呢只能悬空在那边，哎，所以昨天晚上那个，痛了一夜，但是能忍受的痛啊，痛了一夜，现在就要让我传这个消息啊，传这个消息，传这个消息，因为前面没有肯，我也没敢很肯定的说这个事啊，免得出差错啊，免得出差错。这个如果处理起病来，因为只要人感觉到。疼痛消失了或症状消失了啊，那就完事了。我必定要看到这个我们临牌过程的，必定要看到那个附在他身上的外灵的啊，我是看得见，别人也看不见。哎，大家不会追究这个机器到底一个什么东西，到底看得见看不见，最后看症状消失就算完事了。但这次说有个那个雕塑的事，一定要让人家看到的，万一看不到呢？所以我也有这个担忧，有这个担忧，所以呢没敢大张旗鼓的说这个事啊。有好多事情呢，因为我们这几年呢，外星做了很多的飞行表演啊，各式各样的活动啊，让地球人看到。在2018年、2019年的时候，外星做了很多那个活动啊，我们地球人真的一点没看到，能感觉到什么？只感到地震，哎，那年地震是制造了很多，比如说2017年的。7月4号、7月5号，在那个我们加州啊，在死亡谷北边一点，跟一直那个，地震了20-30次啊，飞碟降落或者飞碟要降落的时候，砰抛出来3个东西，跟砸到地上，地震了，然后再降下来又地震了，或者他自己在降落的时候在地上转着，故意把地转了，转了让人家感觉到，而且那个附近还有个武器库在那边啊，炸的路都砸坏了啊，那个东西砸下来，只看到路砸坏就没有见到飞碟在那边啊，因为不在我们这空间里面，即使啊有飞碟翻跟头啊下来了，电视里也拍到了，到那边一找又不见，而且还临拍当中有一次那个在内洛应该叫帝国县那边，发现了。发一次地震，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我临盘原来外星飞碟，赶紧把一个大金鱼，搞起来，扔到内陆，沙漠里边，让人家发现这个事，让人家惊讶一下。但后来没有人发现这个事，啊，那再次应该可能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，大家没或者在比较高处，人家没看到啊。所以有时个，哎，说到这个时候，我正在排的时候，外星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了啊。他们为了一定要100%成功啊，他们多做一些啊，各种规格的多做一些，因为他们现在也心里有点发毛，是不是规格大小不对的时候，比如说那个5层楼高的看得见，10层楼高就看不见了，还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也现在没底了，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地球人应该看到的是我们地球人是没看到，所以呢，他从尺寸上面也会来考虑这个事。另外呢，他会实际的还要到那个，复活节岛上去看一下，他那个雕像是到底什么一个情况，让地球人是真真切切的看到了啊。所以呢，现在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呢，做那雕像的事啊，做雕像的事啊，很重要的他做雕像的事，要就确保人们看得见啊，确保人们看得见，是不是？要传的这个信息啊，实际上，这些几天的临盘当中，一直有强烈的这个信息进来，
我呢没有专门讲，或者吞吞吐吐讲了一点啊。现在这个消息收到了啊，我也传出去了啊，传出去了，消息传到了啊，也传出去了啊，我也收到了，也传给人家了，反复强调一下啊。这样呢，应该他把这个底座慢慢放下去以后呢，那个牙齿啊，应该缩回去啊，会缩回去。现在牙齿比原来还在为一个牙齿比原来长了啊，原来长了啊。为了表示要做雕像的时候，要叫雕像要刻的嘛，把我第五个牙齿刻掉了，挖掉了一块。这个这边一个牙齿表示底座啊，因为今天我从重点排的是那个，是高起来，这发生了昨天的事。然后前个大概三天呢，那边一颗石头那个牙齿上掉掉一块啊，挖掉了一块，挖掉一块，我好像那个昨天用手摸一下子，好像光用手啊就可以扒得下来。扒得下来那个牙齿上的一块块，哎呀，这个颜色也不对了啊，那个牙齿颜色也不对了。他们表示啊，他们做为了表示那个做这个是表示做雕像，能够把上面都刻下来东西啊，所以呢，他们现在盯着我的牙齿在做文章。那牙齿呢是不可见的，不像那个皮肤上搞了一遍痛了一下子，或者变形一下子，或者长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过几天就复原回去了啊。那牙齿是不能复原回去，那呢？现在身体上没有一个地方更同山的坚硬，或者像石头一样的东西，它只能搞我这里了。哎呀，现在我牙齿也不去补了，等这个搞个段落以后一起去补来的。哎，绝大部分搞坏了啊，就这几年绝大部分搞坏了啊。哦，消息传到了啊，传到了，我又看到那个高高的自由女神像了啊，高高的自由女神像了啊，高高的自由女神像，这个自由女神像的那个。上面的人是换掉了啊，但那个底座啊要做的特别高，就告诉我们啊，是同自由女神像相同意义的是啊，说到这里以后啊，把消息传到了以后，然后看到那个一个岛上风平浪静啊，风平浪静，然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看到那个雕塑啊，反正每个地方你在海边上每个地方看过去，都有雕塑啊，他们也在心里想，不要出差错，一定要。在我们这个空间看到啊，一定要在我们这个空间看到啊。好，知道了哈。今天应该消息传到了啊，传到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好，再见。